昨日超时空爱情锦鲤剧寻找前世之旅在北京举办了开播发布会，剧中主演马可、付辛博、聂子浩、那佳薇纷纷到场亮相。当天以休闲装示人的马可心情大好，显然未受几天前的隐婚事件影响，在现场更是与付辛博亲密互动。我说亚龙大人，咱这是要组驸马 CP 的节奏呀。啊，总管了呢，有词吗？有。要说壁咚，咱可是见得多了，不过这树咚小编也真是活久见呀。不过咱这驸马 CP 组的再好，自然也逃不过隐婚事件的连环追问哟。我们今天只回答寻找前任。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跟我结婚的？我好了好了，我们这边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驸马 CP 果然是情深意重啊。付辛博这挡枪能力，小编也是服了。不过小编这几年娱乐圈也不是白混的，自然是要杀出重围，一问到底了。我的女友在这里，我的在这里。你打算放我走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来，我们马克老师，我去等飞机了啊。可爷，祝您2017年。瞧把人家马可急的，只能借口赶飞机提前开溜了，真是全无亚龙大人的霸道总裁形象呀。据悉，寻找前世之旅将于1月16日正式上线，除了马可首次挑战吸血鬼，付辛博更是一人分饰6角，堪称史上最分裂男主，这俩人组起 CP 想想都有点小激动呢。